我们要进行一个没有人性的 PK， 好，男人之间的对决。请问是什么？我在网络上看到那个曼陀珠加上可乐会有喷泉效应。哎呦，今天我跟立冬要在嘴巴里面进行这个实验。然后呢？如果这一场。 谁 PK 输了就要当我们这一集的六弟？不是，不会，谁输了？就砍头。太硬了吧？太硬了。哎，两位，什么是输了？就是先喷的先输，对不对？对，等一下我们要先用曼陀珠放到嘴巴里，然后再把可乐笑掉。比赛条件是，未憋满3秒以上，比赛不成立，重比。 对，侮辱人的话，每次呛虾都是你最后挂的也是你。不会，你给我信心，你站在我后面，这是我最大的助力。好，但千万不要再这。如果好不好？3秒内喷出来，再玩一次含住拜观音。哇，没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三秒，停你，停你，停，好，来，预备，先把可乐，先把可乐，好，八分满，八分，我来帮你倒倒，八分会不会太多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好，停停，等一下，两个要一样，放，哎，很准 ，OK， 可以，好，来，曼陀珠就位，先吞珠，预备，抓了臂，下下下下下下，开始。 OK， 预备，可乐，预备，喝嘞，预备，不能咬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憋住哦！哎呀，真的蛮久了，受不了，申达弟，受不了，让你东硬，边硬加油，忍住。 张立东，他现在又拍桌子警惕的自己。杨振达那边已经喷出来了，喷出来了。又 爆 了。没事，面子，哎呦，卫生纸，。有，后面。 还好，怎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我们家真像是兄弟变态似的。感觉你那么能撑哦，感觉里面感觉像里面有一个异形，它正在壮大，然后要撑破你的嘴，真的，然后掰开你的舌头，突然啪！哎，你赢了哎，掌声哥，哥，好，辛苦了，来，结果跟之前完全没有任何改变。对啊，那我们这。 对不对？然后现在是，那就白宫，你们怎样？你们不玩吗？你们改天。哎，然后现在比吞下去的来，双呆。对，怎么？请问一下，刚刚这样做这实验跟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吗？哎，我们就是有网红哦，实验上很多网红会做很多的实验，对，然后就有很多人看啊，是，然后再证明说这个实验可不可行。 不好笑就会有很多人看，所以今天是有网红要来，没有错。网红顾名思义，他们做的事情怪异，但他们还是很真的。没错，那不然我们就直接看一下网红 VCR， 我先看 VCR， 有 VCR， 好，我们直接看了不要，不要，那流程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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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十八辛辣片啊！哎，这个他们讲很辣哎，真的很多人叫我吃。就是你如果有看我影片的朋友，一定知道我真的非常非常爱吃辣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很多辣片是。我嘴巴现在很热，舌头很热，嘴唇有点痛。哦，开始了，那么快？但是还可以，我觉得还是可以。哎，汤没有，很有汤。哇，一整口下去 ，OK， 什么感觉？啊，哦，来了。好辣、哦！我刚刚说了什么？啊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爱吃辣。啊，潜意识的说，我好辣。啊，真的好辣。啊，不行不行。我要哭了，我头有点痛，嗯，头有点晕，痛痛的，麻麻的，我真的想吐，我真的想吐，哎，啊，真的，我真的想吐。
哇塞，吃辣面哎，辣到会吐，辣到吐，不是，然后先晕再吐。现在网红是都疯了呀，是，对啊，又要口爆，然后又要再吃辣，口爆什么口爆？你不是嘴巴？哦，你讲话越来越开哦。对啊，爆，你没卖哦，嘴巴泡爆开这样。对啊，对，要曼陀珠。那这第一位要来的是哪位？有。哎，就是来了来了来了，哎，该不会是刚刚的男生吧？好，女生呀，好选，不是男的。欢迎，你好，请自我介绍，请问你是？我叫做妈哦，然后我的 YouTube 频道是猫猫 TV， 主要是介绍日本文化相关的。是。对，但是去年刚好这个有个十八禁拉泡面太红了，是，它是日本的产品，就很多人叫我做这个。哦，所以说是因为这个产品很红，所以说人家要求你去挑战吃这个。对，我本来不做挑战的人，就是因为它太红了。请问你，你吃辣吗？平常？我很爱吃辣。请问一下各位，平常有在吃辣，请举手。没有，我没有。好，那就没有人没有吃的来吃。为什么来这一招？今天这个面叫做……我准备的这个是韩国，也是非常非常辣的首席辣的辣面。哦，首席辣，韩国首席辣泡面。哇，首席辣，十八禁辣面太不人道了。对啊，首席辣能有多辣？首席辣能够怎么样呢？我跟你讲，哥哥，我开了胃，我跟你讲，再去泡两包。哎，我不能吃辣，这辣受不了。不能够吃辣的，糟糕了。它的辣度，我们以麻辣锅来形容，它是大辣，还要再上去嘛？对，你吃吃看。就等于没回答。哎，在家里吃面，应该是大哥先吃。其实不重要，谁吃都一样，一定很辣。五哥、三哥已经先吃了，已经客了。哇哇哇！这么吃光，要不要去？要不要去？到底可不可以？要不要去？要不要？忍住哎，不辣吗？哎，他的脸开始变红了。哎，辣，你的嘴巴好像你刚刚咬槟榔了。他是红的，他的油是红的。哦，曲哥也吃了。曲哥你怎么了？曲哥吃鸡腿怎么踮脚跳舞？为什么有舞蹈啊？因为我平常没有吃那么辣，这个很辣，对，这个很辣，我敢吃哎，这个味道好吃吗？还好的，韩国的辣哪算辣？哎呦，对呀，对不对？好，要不吃的。我老婆哪里人？哎呦，四川，我老婆四川人。喂，那大鱼就变态了。我跟你讲哦，再不吃涂眼睛哦，我在涂眼睛。哦，这个还好，真的还好。我都吃，怎么会还好？我这个哇，好辣哦，舌头很烫哎，很烫哎。哦，它那种辣汁，它那个哦，后面几秒上来的那个辣度好强哦，很烫啦。这边还有一盘，弟弟啊，你爱吃辣，这边还有一盘要吗？吃完之后，吃完。我跟你讲，我不吃是怕胖，不是怕辣，真的。康哥算了算了，康哥真的是。哎，各位，鹏哥也吃完了，你辣糊涂了。鹏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嗯，那好甜哦。对啊，欸，他算有，他有甜味，他吃完了，他都吃完了哈。再去拿出来。对没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啊，张总，你觉得辣吗？我觉得很辣。一到十分多辣。再至少有九点八。九分。我够九点。九点九啊，九点九，我跟你讲，九点八与九点九之间呢，永远分不出个胜负。嗯，所以来往后退一步。哇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还是什么意思？就剪刀石头布嘛。剪刀。先讲赢的人吃吗？输的人吃。输的人吃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输的。哭个好啊！对啊，你输了，难吞掉。这边全没有吃完。其实这还好啦，你就吃完吧。不会吃的还好，不是还好吗？而且止汗，现在辣完，晚上回家还要再辣一次。不会啦，预备起。哦，喵！你很幸运，你可以吃那么多哎。对啊，你知道我们肚子多饿。因为我是特别，我平常真的吃太辣。真的啊，对，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讲，哎，就是我会觉得，哦 ，OK， 开胃。你爱吃辣，可是你皮肤还蛮好的。一般爱吃辣的，好像会长痘痘，不是吗？网红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头。请教你，你曾经拍过什么叫做日本女生不会做的三件事？哦，对，那是第一部大家开始认识我的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日本女生上厕所是。不会让他发出声音的，上厕所怎么做呢？声音，他们甚至有这个音乐啊，或者冲水声，对对对，环境音，他不能让你有那个，
那个水很尴尬，他们觉得很脏，很脏。这个就是很失礼了。对，其实他们是有干净的概念，所以他们会带一台收音机在，哦，那一台机器在外面，在厕所里面去救声音啦，它的马桶内有水流声，马桶内件就有。对，好，第二件，第一件，第二件，他们不会一个人去吃拉面店或者吉野家那一种，一个人问为什么？女生一个人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粗俗、很粗犷、不精致的食物，一个女生，日本人就是要漂漂亮亮的嘛。哦，所以说那种就属于说，像我们男生无所谓嘛。很常看到单身男生去吃，对对对，上班族很多，对啊对啊，单身女生没有去吃啦，女生有很少很少很少，就是你这个混不开的意思，没行情，因为那个大部分都上班族国父用的，或者是白领阶级，对，女生都是居酒屋啊。Pasta, 一定要有人起厅，最少要有个伴，对，或几个姐妹一起。对对对，为什么绝对不会一个人吃拉面？对，第三个，第三个是台湾女生很常做的，只穿一件背心出门。他们觉得那没有层次，没有礼貌，是不是？对，没有礼貌，好像把内衣穿出去啊，或者是太暴露了。他们那边比较保守，他们那个衣着，说真的，就是小康说的，注重层次的。对，他连夏天。男生会穿衣服的都到四五层哦，真的，对对啊，哇，因为他们的材质好，设计很好。你要不要叫医生啊？他已经开始有点癫痫的状态了，鼻水一直流哎。啊，你到路口去逛街去了。你在日本，对，不穿袜子被人家厌恶。日本很多餐厅是你进去伊萨卡亚居酒屋，你要脱鞋的。对啊对啊对啊。他们觉得脱鞋是一种享受。我没想到脱鞋嘛，我就不穿袜子，都没人知道。你在日本生活过很久的时间吗？我今年是第七年。哦，第七年了。对，我从留学高中毕业在台湾，留学就到日本，到日本大学。啊，那你有录节目录到一半，就是人家一直嘴巴打开，一直哈哈哈，有曾经这样过。为什么要哈哈哈？对，好好好。我现在隔壁那个男生就有啊，跟我一起拍的去他。他现在脸在抽搐，鼻子不自主一直抽动哎。你吃完嘴唇会变红。哇，我这个晚上一定烙晒，这一定烙晒，这一定会，要我的话也辣，一定烙晒。不是，森达，你辣椒吃太少，这对我们来讲是基本。不吃这么多要干嘛？嗯，做三哥的答应你一件事情。今年冬天，我带你去成都一趟，你就不用回来了。不要了，什么东西？他那个是走大的。没有跟访问超过吗？差不多哎。你说什么东西啊？这好肿啊！咳嗽不进去，我咳嗽现在不敢放里面，放里面好烫，好烫啊！那你上次吃那个辣，是跟这个辣一样的，还是比这个更辣？比这个辣大概。200倍，200倍耶，没有夸张了吧？他那个不是食物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来让你拍片的而已。那你吃完18斤的辣泡面之后，有没有变成跟他一样，就是变成这样？我的 partner 就有，我还好，我会想吐。而且他想吐，汤哎，你胃不适应，对，会觉得好像很恶心的感觉。太喜欢虐待自己。好，那我知道，那我们下一次录影呢，你们两位就挑战那个魔鬼椒。对啊，耶、yeah, ！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真的这么好吗？还有更厉害的，还有更厉害的，我们来看第二个网红 VCR 挑战，请看一下 VCR。小熊玩小熊饼干，小熊，又为什么变成这样的？我们刚刚做的是不好的示范，就是因为我还真的买过这种饼干。嗯，超怒的，谁弄的？气死人，打开傻眼，那是什么？所以为了我要表达我的怒，我还想不拍这支影片。好了，直接跟你们说，不要模仿了。哇哟，厉害了！摇一摇变一个球了。对，就是这种嘛，对对对对，但不用打开，纯摇的，纯摇，纯摇。那请问这些人来了吗？人应该快来了，应该要来了，来了。好，好，请到，哎哎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。嗨，我是 Erica。嗨，嗨，请自我介绍一下。嗨，我是 Erica， 然后我的频道叫 Erica 大人。那我们目前创立大概半年左右，那我们的频道大部分都是一些生活时事的小短片之类的东西。嗯 ，Erica 你是读什么大学的？台大戏剧系。你看吧，哎呀，现在也不一样啊！现在是台大啊，叫学长。我毕业了，我先毕业的。踢到铁板，所以
吵架嘛。刚才那个给屌一下，当初是怎么会发现这件事情？拍这支影片其实是因为前一天我跟朋友去聚会，然后就是喝的比较多一点点，那隔天我忘记我要拍影片了，然后大人一直在问我脚本的东西，他说：“哎，那你脚本呢什么的？”我就说：“哦，就这样拍啊，不然就那样嘛，就这样。”然后他就很生气，然后后来说：“好了，现在我们赶快去买我们的影片道具好了。”然后在影片道具的时候，我就看到这个小熊饼干，我就突然心里有个很强烈的欲望，很想要摇爆它，超想摇它。可是我又觉得我这样子好像很失礼，然后我又很怕就是店员看到我，然后叫警察过来把我抓走，然后就跟大人讲，大人说：“你就摇啊，摇了把它买下来就好了。”然后就摇摇摇摇。然后就在旁边偷拍我，就产生这支影片。大概要摇多久？对，一般。大概刚刚在旁边摇了5分钟，它就已经大概有点成型。其实听得出这个声音，这不太一样哎。摇摇看，好来，快了，两位干嘛？你们两个吧。没有没有，我好难。我跟可口可口可口有点硬。我跟可口空姐，大哥，我跟很温柔。干嘛杀你？我在干嘛？哎，切舌头不要弄那么烫。你现在学成龙应该是最像。是的。你们两个，因为现在你看，拿过来切一下。一颗，这是球状吗？来，散的，是散的，对，散的，散的。好，那你的来，它也是散的，散的。来，你们两个开始摇，开始摇5分钟之后，我们看会不会变成一颗球。哎呦，可能稍微用力一点。好，赢了奖品吗？对啊，有啊，杀死你。比如说拥抱啊什么的，有有有吗？有，赢的不是赢的，如果做实验成功，就有获得拥抱一次的机会。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使命摇，好。哎，我们家已经闹鬼了，我们有两，好了没有？个人认为好了没有？5分钟了吧？观众突然转来，会不会以为是过年特别企划？恭喜发财！好了没有？还没，好像还没。太小力，他们叫太闪闪，太小力了啦！用力，去外面用力。再去绕，对，预备去，用力一点啊！画面够少了。哎，没什么事啊，我们还有辣面，要不要？好，不要。好。那哎，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好，它摇出来的成品。它摇出来之后，其实会我真的被他们两个教坏。为什么？我刚刚讲成品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想接什么？哎，不是成品书局哦。真学坏，对他们喜欢玩那个，对不对？很糗那个。哦，真的好痛苦。各位，请看哦。啊。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把它包装起来，真的是没有开过。真的是手亲手摇5分钟的，有吗？很有趣，对不对？哎，真的有趣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好笑哦，好像恐龙蛋哦，你试试看，它会有鸡蛋糕的口感，好像恐龙蛋，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没有它，因为本来的东西是外面是饼干嘛，不是这个要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原本应该是去那个鹏哥，原本是长这样，里面一颗一颗都是这样，小熊。对啊对啊，这个也是饼干。对，就里面本来是长这样，这样可以吃，可以吃。对啊，然后摇成，他就是把这个然后摇成摇成这样哎，哇塞，你看多无聊，他摇摇变这样。睡觉，我先睡觉。是啊，我的是，那我来很疗愈，太无聊了吧？很疗愈，是怎么发现的哦？这其实是网络上面有一个文章，新闻上面有播。然后我其实就是真的看到的时候很好奇，我说真的会变成这样子吗？然后我就摇一摇，买回来摇，对，要买回来摇。好，5分钟到，来，不要走，过来。啊，好，本来是这样。刚刚讲说赢就可以得到一个拥抱，对不对？对，哎。塑料化的，刚刚讲了，好好，现在讲可以，来，现在讲可以吗？预备，打开来看，谁先？谁先？成功了就没事了。来，预备，气的，哎，这边捏不到了，哎，打开来看一下，哎，各位观众，成功了吗？好不好？阿翔，你在忙什么？哎，没有哎，啊，哇，是碎块，哎呦，你不要动玩具啊！自己家里干嘛？不是，他已经他有成型碎块了，变大颗的。哎，他好像是哦。哎呦，得意哦！来喽，看清楚哦，看一下，一镜到底哦，一镜到底。哎呦，成功了！哎，还真拿成功了！成功哎，好可爱哦！
好像我自己孵出来的蛋一样的。龙蛋有没有？这好像神奇宝贝哦。你就差一点点了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好了，来，好可爱哦。来，我们先，我们要奖励，先奖励，拥抱一个，我拥抱一个。你神经病啊！啊，跟二哥拥抱一个。二哥的拥抱是最难得的，恭喜，谢谢。谢谢全国观众。我怎么觉得我被处罚了？为什么都我们是啊？这样子就还没有。比较像动物的，活泼一点的，好不好？有一种钢铁人的感觉。哦。是啊。哪里像 Iron Man 啊？破铜烂铁。某一个角度。哦呦哦，万磁王啦，还有很帅哎，对不对？而且轮廓这样更集中，搭配那火箭，因为我们大家自己人嘛。嗯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那你下次还想挑战什么事情？下次呢？其实我昨天才拍完那个拆十杯 shot 酒，各种鸡酒，然后摆一排在前面，然后从第一个猜喝到最后一个，然后都要猜对。如果猜错的话，就要从头再开始，然后再换那个顺序。所以你也是我们酒国的英雄。其实还好，因为我刚好拍完这支影片之后，才接到那个工作人员的雷高，然后我就是不知道我在乱讲什么，然后我刚刚看到脚本的时候我傻眼，然后我昨天讲了这些，好尴尬哦。怎么了？你拍过情趣用品？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被我的 partner 逼迫的，其实我真的很不想要让我的 partner 是男的，他就拿出来，我们来用这个耶，直播不是直播，也是剪辑成影片，然后他那个时候是跟我说，我跟你讲，你要突破自我，我说我不要拍那么情色的东西，他说你要突破自我，我就是要捕捉你那尴尬的画面，你那个表情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好啦，算了，我们毕竟是共同经营的频道，我不要这么自私。你又不能体验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不知道我开箱这个意义在哪里啊。谢谢你来，有趣，好，酷酷，好，欢迎你，欢迎下一位，哦，下一位厉害了，下一位，我们还是要看他的影片吧。对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影片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那个神奇的。为什么都跟男生搭配？首先呢，不要怕，在头上。哦，这个就是它会让水消失是吗？然后变成这样子。你的也要等六秒，1、2、3，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哎呦，牛奶。我没有啊。你不要问我，你没有吧？你的是消失啦，你的不会消失啦。告诉你，真有病呢。好，这也是一个生活小常识，生活小常识，对，消失的水，那人来了没？人应该来了，来，好，人不会消失，欢迎，一起做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康品心，然后我的频道也就叫康品心，好，康品心，康品心，那个字叫康，这是姓吗？对，这是哪里人？抗龙游回，这是大陆山东青岛。啊，青岛，青岛，你是哪里？我是泰安，你是？我青岛啊。对，哎，你们同乡。讲什么谎话？啊，说谎啊？没，你怎么讲的？我们青岛有这个字啊，但旁边有加一个土，因为我们青岛老家啊，在冬天的时候都是睡在炕上。这我还第一次听到山东人青岛，包含整个山东。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姓氏，真的，真的。可是我爷爷跟我爸爸也都这个姓，那不然呢？你爷爷姓康，你爸爸姓什么？当然姓康啊，不然呢？我爷爷姓康，我爸姓巨，康巨。哎，来，哎，请问一下，你当初这个拍这个影片都是在互诊的吗？有很多都是互诊的，就是有互诊，也有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不能光说不练，哎，疯狂大对决，哎，又来，啊，来干嘛？谁给你？来，我手上有两杯粉。嗯，看不出来，来看起来都一样，看不出来。哦，过来，你怎么样？怎么了？来，哎，我们不要每，因为每我们家庭是六个人，有剪刀石头布先，剪刀石头布，我们来，那么六个人嘛，六个人，我们选两个人。如果说
剪头发。我们六个选两个人，选两个人，六个人，那就选你们两个。对啊，就这样。这你就要学好了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我们两个，剪刀石头，剪刀石头布，要到布。好，赢的先选。这两杯你要选哪？选的不一定会赢。对啊，换一下，换一下。赢了也没有优势。选到小苏打，看不出来了，快点。要看啊，这个。好，来，两位请到前面。来这边。你都不会湿到我。没有，坐在板凳上，坐下，坐下。对对对，石头下，坐下。来来来，坐这边。对，坐在这边。好，来来，自己手这样拎着。大哥，你们这种时候倒是蛮注重卫生的。对对，拎着拎着，脏了也不会破坏环境。好，哎，我怎么看前面哈？我怎么长得有点不像我自己？来，手，你们两个眼睛闭起来。我们眼睛眼睛闭起来，眼睛闭起来。预备，首先是张立东的，来预备气，要几秒？五六秒，对不对？六秒，大概六秒。那现在可以开始数了吗？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四秒钟，五秒钟，眼睛闭起来，六秒钟，时间到，还没有，不要动作。好，深达，一秒钟，两秒钟，好，三秒钟，四都不要动啊，眼睛闭起来，五秒钟，六秒钟，来到，来，到自己一起到，一、二、三，不会啦。哎呀！我说你选的很像，对呀。哎呦，这个是凝固的，这个凝固了耶，好快哦。等一下，这个第一次赢哎。对。这边你怎么湿成这样？这边软软的。你怎么玩成这样？那怎么爱玩水？好冰哦。玩水好爱玩。它就是消失的粉末。好了，我们到后面来了。哎，我要去吗？你怎么发现这个事情？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找什么整他，然后我就一直在研究，我就上网查，然后我就查到那个消失的粉末。这个是你整他吗？对。他有没有整你什么？对啊。他整我蛮多的。例如呢？例如哦。有一次，他就突袭我。他怎么例如那么久？因为我突然觉得那个很好笑。怎么样？就有一次我在睡觉，然后后来他就突然突袭我房间。直接拍吗？对，他就一直在拍。一直在拍。然后后来我就因为我那时候拍你在睡觉，拍在睡觉。然后对，那时候他就敲门，然后我就去开。我以为是他自己要进来，我就赶快躲到被子里面，我继续睡。结果后来他就说他在录影，然后就说：“哎，你不要录影，我素颜，而且我那一天就是睡觉没有穿内裤。”哎呦，真的？对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本节目有多大胆？哎呦，那段 VCR 我们拿来播了，漂亮！来，请看无内裤之 VCR。想看？少女跟男生的房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所以我今天就要。突袭抗体的房间，哇塞哇塞，好恐怖哦！一边是少女的房间，然后她的床，发光，重点要来了哦！里面全部都是她的内裤。好啦，那我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不是这个140万人在看什么意思？通通被骗了嘛？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就幸好没有拍到啦。幸好。来，张一中，表现一个，张大一个，脱光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你拍影片会影响到你们的户头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一次就是他喝醉了，我就在拍影片，然后拍他喝醉的样子。后来他就拿他的卡给我，然后我就不小心忘记把那边打马赛克了，然后就是被有心人士拿去盗刷。盗刷？对。盗刷多少钱？大概有2万多3万。哎呦塞，那他不掐死你啊？幸好他没有骂我啦，他反而还来安慰我。其实这个护诊是有种小情绪的哈。对呀。好，那我们再来一次猜那个。不要了，而且我觉得你们这次应该会换热水。你很好哎，我不能乱提，我不能乱提。你想玩就这样，好，好来，请坐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哦，接下来还有下一个网红，但是我不想介绍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介绍出来好像没什么好事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先看 VCR。好，看 VCR。啊，等一下，还没开始啊！等一下，内裤都湿了。等
跳，假如把犯得起的错，能错的都错过，应该还要来继续。不是你们这一位是什么？他家家他是心里有什么？他在干嘛？没有，因为他在玩这个当时很流行的，对，现在八分音符讲什么是什么？讲解一下，就是偷偷来来来来来来讲解更快，自己讲解。来，欢迎蝴蝶儿，蝴蝶儿，大家好，蝴蝶儿，自我介绍，美气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蝴蝶儿，然后今年要满20，哦，年小哎。目前是专职实况组。请问一下，刚刚那个是什么？刚刚那个是八分音符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高音，它才会跳。是一种手游的游戏，游戏网络小游戏，网络的，对对对，手机可以玩吗？可以可以。OK， 那刚刚感觉起来你不是很会玩。那个时候好像是第一次玩，就是因为每个人每个实况组几乎都有尝试。实况都在直播这个的。对对对。哦，受嘎受嘎。哦，所以大家看这个是一个人玩的还是两个人比赛？就是可以每一次去挑战，然后你们可以比高低，对，分数，对对对。我本来想说这个最好不要比，那既然你讲说可以，哎呀，你是有解释的吗？我刚没有接话，我刚没有接话，而且他刚提议什么？怎么？用热水？热水？你是平常玩过的？没有没有，这是那一阵子在每一个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玩的。请问玩过这个游戏八分音符的，请举手。其实有了啊，那你们俩玩过，就你们俩挑战。对，因为我们都没有玩过。对，我们真的没玩过。其实要给没玩过的，我们玩随便便便都很高分啊。不然很多年轻朋友都说三哥很有距离，他就觉得说如果中间没有这个代沟是多好。很好很好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我去拿热水。啊，这样吧，尝试一下嘛。我们先示范一遍。对，你们先尝试，你们玩玩看。试试看。好，来来来，怎么玩怎么玩？怎么玩怎么玩？现在怎么？看你这里吗？对。来来来，怎么玩怎么玩？按这个就好了。按雨串，看着那个，它就会开始。雨串在。对。然后预备。音量去控制哦。对，你要高音。哎，还没到，你要看了，看，不要掉下来。40分，好，不错，40分。来来，换曲哥看看。来来，哎，这个。那康哥玩真烂。对啊，我不信。行，我后面有调高低音呢。哎，哦，哦，啊，啊，啊，哦，哎呦，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炸，炸，哎呦。炸！对，好厉害！哎，最高的，最高的，红哥，红哥，我帮你试一下，红哥，红哥要吧？就是如果你们有时间到，你没叫他掉到悬崖，你要看，要看的越大声，他跳的越高。对对对，啊，我们现在来了，预备去，你可以先尝试一下。哎，对对对。39，太高了，大哥，39，对不起，没有，我只是大家，其实我觉得第一次尝试这个算很高分，对啊，再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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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那么小气，对啊，那个要剪掉，会上手的，不用剪，没关系，照播，剪掉，开始了，开始，啊，是啊。
是不是进步？事事如意，好，没关系，事事如意，好兆头。你们还是他们两个比？他们两个哦，对，因为你们俩玩过，玩过很上手。我是137分，没有，你是40。我现在这个 best 是我。哦呦，好，来预备。所以没有137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谁先？让你先。好，来，我先。预备。看了就来了，你该不会技巧吧？哎，输了还是倒热水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我在烧热水，在厨房，这样就好了。好来，你可以先试一下，哎呦，哎呦，好会哦！我们俩划着船，彩虹令，彩，对呀，个浪要钱，哎呦，对呀，个浪要钱。想着听，是哦，对呀，都是有，超有，超有，三头爷，万家，谢谢，哎呦，生生不息，小李哥，哎，不错哎，会磨 ，OK 啊，变强哎，多少？52。在哪里玩的？妹妹坐船头，阿西啊，哥哥在岸上游走。你不要帮他，你先帮他。爱，哎，你这个内容没有趣味性。爱，哎，不行嘛。生。好了啦，哥罗，哎呦，要超越，要超越哦！我要赢喽！大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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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啊！我刚，我刚没有，我没讲话，我怎么这么安静啊？你怎么这么耍无赖嘞？输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耍无赖。刚刚大家在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不要，不要，没，他只是在求情，对对，求情，我没有，没事没事。热水来了，来坐。这个还有啊，输了。哎，这个是多热的水啊！你来试试看，菊哥。没事吧？哎，我来试试看。我是觉得干脆捅我一刀好了，干脆捅我一刀。今天不是，坐，你觉得烫不烫？哎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会受伤的。这不行啊，我这不行啊，这不行。痛！算了，注意注意注意，真的太注意了。卡克好，而且这烫不烫？你试试看烫不烫？我看，我看烫不烫？啊！啊，烫哈！来，徐姐试试看烫不烫？哦，这个会受伤呢。对不对？这不行啊！来，不要！而且你们刚刚几个不是拿那个到前面？他们是傻的。什么节目？真心，那真的。你也有粉丝哦。嗯。他冬天送你什么？他冬天送我电暖炉。电暖炉啊？对。那夏天呢？夏天没有送，没有送，就是他有时候会送吃的给我，对，然后冬天就是看我觉得我会冷，就送我电暖炉。因为你比较微弱，厉害。请问是同一个粉丝送还是不同粉丝？同一个粉丝送，同一个，对，就是真正喜欢你咯。对，然后他就是不会吵我，就是不要求回报，所以我觉得很特别。默默的爱，对，默默的。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？现在有。男朋友，男朋友是什么样型？嗯。就是都是在家打电动的那种，你宅男，对宅男，哦，两个人这样算厉害。那你们都在家不出门，你们怎么认识的？有一次刚好是朋友介绍，然后出去玩认识的。朋友介绍，刻意安排认识一下，对不对？没有刻意，没有刻意，就是说介绍，就哎这边是这一位是打 LOL， 这一位是打八分音符的，哎呀太好了，来我们就再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坐，我们坐，坐下，坐下，坐啊，坐坐坐，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谢。今天这四位都是网红哦，你其实哦，你现在很有日本人的感觉。我以为我已经是努力维持要保持原样的了。没有没有，你还是被影响很大，有一点七年啊，你在那边七年，对对，影响很深了。嗯，是我会有。你不喜欢吗？我喜欢呐，但是有时候还是会环境上觉得比较压力。一点点吧，没有啦，那个下班之后就要出来走走，一点点都是那种，对对，不要太压抑。那这样其实讲话蛮可爱的，日本人啊，台湾没有那么压抑啦，对啊，你放松一点。你去他们七年，他们两个多喜欢啦，对啊，你看日本多压抑，我们主持节目吃了，日本人不会这样。
主持节目的，但是你们有另外一种这样的节目啦 ，A 片的，对，压抑可是就比较不会吵架，日本人，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很顺应整个大环境，虽然每个人比较压抑自己，可是大环境就比较和平一点。台湾的话，可能大家都。想要讲什么没关系啊，那个反正个人取舍不一样。对对对，没关系啊，你喜欢哪里就哪里，做自己。那 Erica， 你读表演的，你现在有想要进入演艺圈？一直都想，然后就是因为其实创平台主要是因为我跟我的 partner 两个都是戏剧系毕业，然后就是毕业之后觉得好像没有平台可以表演，他眼界很大，爆想演戏。她算是智慧型的女生，她是有 camera face 的，真的，她可以演戏，对，你可以演戏。今天刚刚才在那个后台聊，我说。可以演戏哦，好好演，因为现在大环境不好，你们要沉得住气。嗯，等机会来了就会发光发热。嗯，谢谢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学姐。有空有不好意思啦，有空的时候有空的时候常来我们节目玩。对对对对啊！那品馨那个什么时候把那个男朋友弄到秃头了？你这样压力太大了，是不是？小苏打粉。嗯，应该快了吧。好了，那个蝴蝶，那个电动好好打哈。好。然后跟哎，你跟男朋友打电动谁赢啊？我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哇塞，真的高手。这样讲，男朋友会不会难受？没有面子，自卑。应该不会吧？他不会。不会吗？他，我跟你讲，这一集播出的人家看，哎呀，打输你马子呀！对啊。他不会，他不会。不会哈。对。好了，谢谢你们拍那么多好笑的影片，对对对。那个下一次呢，我们就你们两个不要忘了哦，我们要挑战鬼椒。鬼椒，辣椒啦，好吧，你们要练一下。对呀、啊，鬼椒有辣椒练吗？就是真的要去成都才行。你们两个是网红的偶像，真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两个网红偶像示范一下什么是 ending， 预备起。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很优秀的网红，我必须在这边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，你们非常棒，带给我们丰富的一个小时满满的娱乐。And， 而且你们非常多的创意，你知道吗 ？Creative， 好了好了好了，就是校园演唱会，可以可以了，拜拜拜拜。